经过长达半年的反复研究和论证，节目组最终决定将四座气势十足的导师战车驶入2016原创模式的录制现场。为了确保导师乘坐安全，节目顺利录制，各环节配合万无一失，研发团队进行了无数次技术调试和安全测试。2016年6月19号，四位导师正式坐上战车，进行了一次必不可少的试录。以下画面记录了导师战车试录过程。太快了，不能再快了，不能再快了啊！好的，请稍等。不够快，不够快。好的，请稍等。要再快一点吗？这是一过山车。据说一般过山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72公里，也就是每秒47.78米。今年导师战车的速度是……杰伦，我告诉你，你没有拍的下来的速度要比我们慢至少2倍。哦，真的啊？刚才我下来的，我不拍是因为我怕快。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娜姐，关键你知道你在那个速度里下来的时候，像一些电影，那头发疯脖子。发丝非一般顺滑感觉，尽在导师战车。这速度真的有点快，不能再快了，不能再快了啊！问他问他。超速驾驶，后果严重。节目组特意在提前试录时模拟了多种导师战车在使用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导师战车启动不同步、行进中突然制动等突发状况。会认人的，你们仨行不行啊？我第二个摁的。不是不是，春晚都已经过了，你下来干嘛？高峰时段提前出行，确保准时抵达。哦，为什么我们这次终于四个冲下来？因为前面几次都在试探，因为汪老师之前有出点错误，差点变劳斯莱斯了。他的车冲到一半停住了，停住没有？哦、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请勿随意急刹车，注意保持车距。经过这次试录，四位导师完成了和导师战车的最后磨合。他们不但对自己的坐骑爱不释手，更对正式录制跃跃欲试。有没有爱上这个滑梯？太棒太棒了，这个冲下来感觉真的是不错。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些水，冲下去有点危险。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好好玩，好好玩。华语乐坛近30年的璀璨星河中，曾有过一个个耀眼的名字，是他们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坐标，是他们书写着一辈又一辈人的情感脉络。当我们走进这一面镌刻着华语乐坛光荣与热血的荣誉之墙，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便会涌上心头。2016年的我们，不仅有幸见证光辉灿烂的昨天，谱写出热血激昂的今天，更将以全新的歌声开创华语乐坛无限可能的明天。而通向明天的大门，就从这里开始。这里就是2016年华语乐坛未来之星的梦想发源地，这里便是孕育巨星的摇篮。在这里，学员等候上台放声歌唱，也是在这里，亲友为他们相伴打气。这是爸爸妈妈第一次坐飞机离开家乡，陪我登上梦想的舞台。虽然小伙伴们一直对我说做你自己好，但是我真的希望用我的歌声打动导师。这是一个人的战场，我会拼尽全力取得好成绩，让电话那头的家人绽放激动的笑容。每一天的疯狂练歌是他们通向梦想之路的唯一捷径。结束了一天的练习，他们习惯来到日记室，独自面对沉默的镜头，留下他们真实的内心。这里装着无数的心事和喜悲，藏着人前不轻易表露的脆弱与忐忑，也见证着学员们一天天的成长。窄窄的通道，短暂的离别，
定格在即将出征的学员和送战亲友们的眼神中，他们即将启程，独自踏上通向梦想的战场。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今天的这一刻。这是属于我的最后时刻，在这扇门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期待着我。来自世界各国的400多名怀揣着音乐梦想的华人学员将登上全新的舞台，在这里放声歌唱。导师们一旦听到他们认可的声音，就会按下按钮升起面前的声音之门，导师战车立即冲向舞台，冲向每一个他们期待已久的歌声。冲刺代表内心深处最诚挚的渴望，代表为华语音乐的未来而做出的每一次奋斗。如果只有一名导师冲向学员，他将成为这位导师战队的一星学员；如果有多位导师冲向学员，他将成为他所加入导师战队的多星学员。星级数由冲刺导师数量决定。那些拥有惊人天赋的声音将会是所有导师梦寐以求必须争夺的对象。这是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战斗，所有的改变和突破只为华语乐坛未来的希望之星。是时候了，我们需要这一次声音的革命，让所有新鲜的灵感，所有代表未来的希望之星在这里燃烧吧。这个夏天，四位华语乐坛的顶级导师将坐镇梦想之巅，期待每一次充满惊喜的音乐之旅。我们自己民族的声音值得被整个世界聆听。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让我们期待这场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生。这里是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中国新歌声全新原创迎来全新的合作伙伴，原创新歌声玫瑰花宝水。本节目由法兰琳卡玫瑰花宝水独家冠名播出。吃有机的，喝有机的，用自然护肤的法兰琳卡玫瑰花宝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本节目由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特别支持。全新原创第一季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全球首播正式开始，欢迎四位导师。只要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只有为你。
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有点我们之间的分真情犯了什么错，说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想要拥有最后的祝福，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准哭，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都到了，轮到你们。
大家好，我名叫向阳，这就是我家，欢迎欢迎，如果看到在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家人，这就是哥哥、妹妹、爸爸妈妈，我就是在中间的那个，可以看到 ，There you go。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声音，我觉得每个声音都有特别美好的旋律。每次在煮饭的时候，如果在等东西煮，就会玩玩那个筷子，或者玩那个锅子，做自己的音乐。我喜欢在生活中用声音找各种乐趣。这次参加中国新歌声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唱歌。现在刚刚到后台，他们跟我讲快要轮到我唱歌了，非常兴奋，有点紧张，但是心里非常平安。嗯，好吧，在台上见吧。这是我第五次来到中国，那第五次终于有这个机会在华人心中最大的一个舞台上唱歌。对我来说，不管是多大或是多小的舞台上唱歌，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唱歌。
哎，他那样乱叫，你想不想这样偷看一下？就觉得很好奇。结束对，这种结尾太新鲜了，谢谢谢谢，连叹气都在音乐里了。哦，可以下来拥抱你一下吗？啊，没关系，你抱，来，抱一下可以吗？哦，好帅哦，谢谢你，你好帅哦，谢谢你，谢谢你，你还想抱谁的？都是个都可以抱。No, 对，你很没有礼貌，你把人家往后推干嘛？没有，我想让人站到一个最佳的位置。哦，再往后一点，好。对，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名叫向阳，从新加坡的，今年25岁。那我是从14岁开始学唱歌，今天就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表演。第一次。
我觉得他很有那种阳光男孩的感觉，有没有？那他唱的歌又很有点，你知道吗？有点忧郁、欸，所以我觉得他的可以发展性其实是非常高的。你的声音特质里就是暖，非常的温暖。然后呢，从背后的感受就是干干净净、老老实实的把这个歌唱得这么美好，只能冲下来。因为我们比较早下来的，他的表演好美啊。你是可以让别人在一首简单的歌里面聚焦到你身上，因为你是随着音乐的呼吸和情绪的，这个特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说老实话，这种最会骗女孩了，看起来阳光，然后唱着又觉得忧郁，他心里有很多事情想要说。等一下，娜姐，我刚刚讲的时候你那个什么脸，是不是极度的渴望？这个时代，颜值。声音气质融为你一身的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那你最早是怎么学唱歌的呢？那我就是在自己的房间一边听电台一边唱歌，那就是慢慢来自己学唱了。那后来就决定要好好学音乐，那我就去 Berkeley 在Boston 读了两年。修什么的 Major？我在那边是读 MPE， 英文就是叫 Music Production and Engineering， 中文是音乐制作。所以这个人来的话，连编曲他都可以自己搞定啊，是这个意思吗？对呀、啊，我最缺了，你知道我们团队现在，哎呀，头疼死我了，就缺一个又帅的那个。你看，Production， 所以你到他那边，你除了要负责自己，还要帮别人搞，你会忙不过来的。但是这可以让你无限量的让自己提高啊。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啊，就是很阳光、很暖男，他一定不会选重金属和那个太 rock。听听他是什么想法？就很硬的那低沉。刚刚那脸也可以回放。好，这位同学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现在我只是开心可以在你们前面唱歌啊。我自己的音乐梦想就是写自己的歌。那希望有一天我会为自己的音乐感到非常骄傲啊。但是一想到写中文歌的那个可能性，令我感到有一点兴奋。对 ，excited。开心还是压力 ？excited。好 ，exciting。Yeah。兴奋。但是我写中文的情况有一点惨，那我在这边是真的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老师可以帮助我。没关系，我天天可以陪着你练。骗人，你天天陪着他。你知道我的团队曾经来过一个泰国的女生，叫朗格拉姆，你知道吗？有看过哈。那我真的是我一夜一夜陪着她一句一句的唱，唱到最后走进了四强。还有到最后他回到泰国以后，总理都快要接见他了。你在讲真的还是假的？来，你就是欠拆穿，我告诉你。但是所有导师，你们会不会想到一点，就是他就是中文歌，他可能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练。你意思说不想选他，对不对？不是，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呢，很多都是听我的歌练中文的。要学中文，不要去跟周杰伦学，他口齿不清。周杰伦，你怎么敢讲这个？周杰伦真的是红遍全亚洲。对。但是，我儿子跟我女儿到今天龙卷风都没听明白歌词。好了，说一句公道话，杰伦创造了另外一个时代了。他不用咬字清晰，他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音乐态度。哎呦，这个蛮重要的哦。哎，请问一下，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我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唱英文的爵士歌，爵士。对，从爵士音乐慢慢找到了 R&B、Funk 这些风格，因为这些音乐都是从爵士生的嘛。今天唱的歌也是有一点那个 R&B 的风格。说到 R&B， 其实我每张专辑都会有一首 R&B 的曲风。如果你要我的战队，我们可以一起研究 R&B。而且我的新加坡演唱会快到了，各种暗示，说不定还可以一起上台玩一下。谢谢老师，谢谢。怎么会有这种人又来这一招？如果你来我队上，
肯定会给你个惊喜。来之前有没有想说，哦，我要选哪一个导师？你对我们有没有做过研究？当然有啊，有做过研究。你还记得我的那个那英战队有几个冠军吗？没有了，没有这个节目了。请你不要讲别的节目。对，我只是说我过往的那些辉煌而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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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哦，我接不下去了，导演。我们要听他说，我们要听他说。你有了解我们其他导师吗？如果是要学写歌的方法，就是杰伦老师。如果是比较好像那个唱歌的方法，就是中间这两个老师，那英老师跟王峰老师。如果是要找到台上的那个 style performance， 对，那哈林老师是最有力气的一个老师。很有力气，很有力气。哎，拿两个哑铃来，不过我很有力气，很有力气，感觉这个评价很高。对。OK， 不管我们说多少话，到最后还是要到这个时刻。好了，你要做一个决定了吧 ？OK， 我的选择是选择是。杰伦老师，哎，哇，太棒太棒太棒，帅帅帅帅帅！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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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很棒很棒很棒！我不只是表演有力气啊，我会唱。上一个学员，你的对对对，唱歌 ，OK， 加油，恭喜恭喜！爆了就得不到，哎，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哎，舒服了舒服了，哎，哎呀，舒服了，哎呀。大家好，我是白若曦，我今年30了，朋友们提到我都会想到我和我的房客们萌翻人的日常。他们是我从各个地方捡回来的流浪猫18只，每天我们全家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每个人拿一把梳子给他们梳毛，从头梳到尾。可是我陪我的猫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时间要给我的音乐。我写过很多歌，然后我也出过专辑。唱歌这件事儿，包括做音乐，前前后后也有10年的时间了吧。有很多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不会是嫁给音乐了吧。今天我要唱的这首歌是一位导师的作品，我觉得特别像那些这些年的我，我想用自己的理解唱好这首歌。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还是爱唱歌。我希望我心中的这把音乐之火越烧越旺。白若曦，加油，稳住。是。
这样无处安放。这个歌好熟悉，好熟悉哈！这是汪峰老师的歌吧？而且呢，这个唱法很像那英老师。我想问他，你怎么会选这首歌？你怎么那么会选歌呢？你是在夸他还是夸自己呀？我跟你说，这个他选择这首歌是特别重要的。这样，你先介绍你自己，然后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各位老师好，我叫白若曦，我今年30了，我是个音乐剧演员。哦，音乐剧演员。对，但是我有演过的音乐剧有点少，因为身高的原因，我有1.8米。你1.8米？能跟我相配的男孩都要到1.9米左右了，所以。哦，你只能上台演一棵树啊什么的，对吧？1.8米。所以这个算不算是你最自然的演唱方式？其实这个就是我自己。我深深的被感动，感觉到你是一个完全没有那么多杂念的，安安静静的在唱这首歌，它是自然。对，他刚才唱的是空灵的，很女性的唱法，真不错。好，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下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好。当我听到你的第一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怎么可能有人会选这首歌。这首歌呢，我是写给我老婆子怡的。啊，哦，你是为了子怡而冲。因为当你唱到这个歌一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触发，就在第二段歌词，回到来时的路上，看到公路尽头的那个月亮。其实呢，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场景。我记得那是在洛杉矶的一个郊区的地方，我开着车，子怡坐旁边，我非常确定地看到远处就是一个月亮，不是在天上，完全就是在我视力的
公路的尽头，非常美。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你看，然后我回头的时候发现他睡着了，后来他醒来看到了，然后当时也正好车里放着 Beatles 的歌。那么你刚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起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场景，我心里是有很多特别温暖的那种回忆和感受的。谢谢你唱这首歌。汪峰老师，我最喜欢的那两句歌词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我只是听到那儿的时候，我看到了小时候的我，当时喜欢上那个尼古拉的一张古典吉他专辑，那时候才几岁吧，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到我回到现在，好多事情可能变了，但是我跟最初一样，还是爱音乐。好文艺哦。所以你看，这个动人的歌曲里有你，也有他，对不对？但是比较担心的是说，像刚刚汪峰老师这样一说，会不会之后的学员全部都唱无处安放？对呀、啊。No。毕竟写给老婆的歌给子怡的，现在就这一首啊。那个不是，他是怕每个人都选这个，每个人都选这个怎么办？差不多是我当时描述这个场景的大半年，我在我的那个屋子里开始写新专辑的歌，有一天早晨开始写这首，然后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没有完全睡醒，我在弹这首歌，跟着哼，那个旋律很快就出来。然后我唱完以后，我跟自己说这首歌一定会成，而且会是一首好歌。然后我走回那间屋子，我发现他醒了。然后他刚才问我，你刚才唱的这首歌是什么？他说这首歌特别好听。我说那就对了，这是我写给你的。哎呀，真的。哎呀，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一集章子怡你必须看，不然对不起汪峰啊，一定要看。我跟你讲，汪峰也会录下来给他看的，哎，你放心。会吗？汪峰是一个在章子怡面前好像很难这么吐露心声。但我想问一下，子怡是不是平常都不太睡觉？他怎么都是在车上也睡？这个他醒的时候，子怡都在睡。因为也许娜姐可能知道的，我一般都是上午9点多钟就起了。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汪峰老师，我刚刚只是开玩笑，不用回答那么认真。哇，好，杰伦，你这个孩子学坏了。我学坏了啊，没有，因为替汪峰老师开心嘛。对，我们多了解他一下。对，除了音乐，你平常有什么嗜好？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在家里宅着。然后我们家还有一只小狗，还有18只猫。什么？18只猫啊？对，我们每年冬天都会捡一些小猫，流浪猫，对不对？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到家里的年份。然后我们家最年长的一只已经15岁了，只有它有特权，就是它可以在人的床上，它可以去上，其他的猫都有自己的房子。这样，所以那一只最老的就是猫王就对了，对吧？对，哇，爱动物的一家人啊。如果你要是能够到我的队来，我想帮你收几只猫，行吗？好，这种招也使出来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难道真的唱《无处安放》的时候就是奔着汪峰老师来的吗？很难回答这问题哈。有一些缘分的东西，你选择了这首歌，我想如果你来到我的战队，子怡会来现场给你加油。哎呦，太恶毒了，他要拿这招。他其实没有一定要想见章子怡的意思。对啊，问题不在于他想不想见，在于子怡会因为有一个人是这么好的唱了这首歌，他非常有可能会。他可以到我队来，没事来看一看吗？不会，可以的。不会不会。我不希望汪峰老师给你带来太多的压力，太沉重了。对，到我这儿来还是轻松一些。其实我没说什么哈，快乐的 我没想给你压力去做音乐。难道你见到章子怡你没有压力吗？更不会了。子怡还要花那么多钱赶回来干嘛？随你心，你随心走。我从小就梦想着长成1米8耶。哎，你一直不让他选择，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一点。这事儿迟早要发生的。其实我现在很紧张。好，我们来帮你问，你的选择是？真的太难选择。那英老师，我在刚刚唱歌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我模仿的就是你。现在重点来了，真的，你选了
一位导师的歌，却用另外一位导师的感觉去唱。对，那是情歌。嗯，哇，那你会心碎一地，所有的泪水淌满了这动态。哎呦，哎，哇，你讲话也文艺起来了。做出你的选择吧。你们两个我都爱，但我选第一个撑下来的。他是第一个。真棒，好文艺哦。谢谢，好文艺哦。我叫尤淼，今年30岁，我是四川宜宾人，我的工作是一名官方兽医。平时呢，我会定期到各个动物医院进行监督巡查。现在我们就走进了一间诊室，啊，有一只小猫正在接受检查。另外呢，还要看看清洁卫生的情况。我们也需要每天去到动物检疫申报点，检查猪、牛、羊这些大家平时食用的动物的卫生情况。如果合格的话，我们就签字盖章。我们要让大家吃上最放心的肉。一到下班和周末，我就自己在家改编、写歌、练歌，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音乐。在我心里，兽医工作像是一个兼职，而音乐才是我的主业。今天来到这个战场，心情非常的紧张。希望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他们能给我力量，让我在这场战斗中胜利。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用自己的方式改编了一位导师的经典作品，我相信他一定会懂。尤淼，该你了。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写物之人切记，是哪个练太监？快使用双截棍，很很好嘿！快使用双截棍，很很好嘿！如果我有轻功，我飞檐走壁，为人更得不全也三正切。刷牙加枪，那么儿子我写惯，从小就耳濡目染，刀枪跟棍棒我耍得有模有样，啥子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都中带钢，想去湖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要得要得，风雪突然心自在，去一层丹田手心开，飞檐走壁莫奇怪，奇奇就来，快使用双截棍儿，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儿，哼哼哈嘿！学武之人切记，人这武帝是哪个练太监？风生水起，也不马不相见，也记左勾拳右勾拳，也记这一马我的人有危险，也在中间，也跟我不少的烟。任督二脉，嘎吱嘎吱，东亚病夫的招牌，嘎吱嘎吱，一招我也就解开。快使用双截棍儿，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儿，哼哼哈嘿！切勿之人切己人，切勿跌，是哪个练太监？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儿，哼哼。
你太大胆了，没人跟我抢，太棒了。这就是得偿所愿，也不用争。不用争。他反正唱这首歌也是来你这儿的，对吧？这是四川话的，是四川宜宾话啊。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儿！哎，快使用双截棍！绝对的牛，这个真的。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四位导师好，我叫尤淼，今年30岁，来自四川宜宾，现在在广东珠海生活。谢谢。你这个是唱周杰伦的歌了，可是完全已经不像周杰伦，好像比用普通话听起来还有那个味儿。而且仔细听上去，他并非只用四川话来让我们觉得好，他在音乐当中用了很多编排。对。是有想法的。你自己编的吗？对，这个是我自己编曲的。好，给你一个赞。谢谢谢谢。这首歌呢，是我在中间用了很多四川的当地的，比如说船工号子啊，还有川剧的帮腔啊，还有清音啊等等曲艺方面都揉进来了。再来一个掌声。谢谢谢谢哈林老师。哎，你可不可以用四川话唱一下菊花台？哎，周董的歌已经唱过了，要不我唱唱别的吧。哎，哈林哥来一个好不好？好好好，这个有意思。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我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当初是这样唱的话，那个可能流星花园都不拍了。对、啊、我觉得这蛮不错了。他对于四川的这些东西的掌控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唱双截棍。我有时候这个口味跟其他导师不太一样，之前另外一个节目张扬在唱的时候，所有导师都在笑，然后我就偏偏按了。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刚刚你在唱的时候大家也在笑，对，然后我也是冲下来了，代表你看看我对你多有想法。哦，谢谢谢谢杰伦老师。你为什么要选周杰伦的歌来参加这个舞台的表演呢？因为双截棍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用四川话来翻唱。啊，你是夸他呢还是？不是不是不是，蛮好的。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哈、啊、我就听双截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当时我就听，哇，怎么这样也能唱歌，然后啊听得出来吧？不，他在夸你。那个导演可以把杰伦送回去了。不是，哎，记这首歌15年前写的，15年前写这样的歌曲啊，来谢谢，请说，就前所未有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呢，它有一点幽默风趣在里面，对，它又有一个热血的、有骨气的这样一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四川人的性格哈，很多人觉得四川人嘛，就是很安逸的啊，每天喝点茶，吃吃麻辣烫，就这种。但其实不是，我们四川人也有非常阳刚、非常勇敢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就把周董这首歌又重新在四川再完善了一遍。不错。你会什么乐器吗？我会很多乐器，我会吉他，会箫、笛子、埙、巴乌、陶笛等等等等，就都是中式的就对了。对对对，因为我有一个乐队嘛，有一个乐队一共有7个人，我们也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给中国的民族音乐添一把火。这个是你们也是中民乐队？对，叫做医师乐队。看病那个医师啊？对，我是一个兽医。哦，我不行，来帮我送回去一下，谢谢。我要给杰伦一点建议，请说。如果可以，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的乐队。哎，不好意思啊，我挖到宝了。哎，我选一个人都有6颗子的，特别好。所以来到我的战队，非常开心。来，给他一个掌声。谢谢谢谢，好了，恭喜了。棒！来，嘎车嘎车什么意思？做什么？哦，嘎车，做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佩玲，是马来西亚华人，这里是我的家，进来玩吧。Daddy， 给你们认识，爸爸 say hello。Hello。妈妈 hello。Fifi，Fifi say hello，Fifi。
贝玲的小时候，他的眼睛大大的黑溜溜的，我觉得跟我有缘分。我希望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他们知道我马上要参加中国新歌声了，他们这几天都非常忙，都在帮我准备。我和妈妈马上要走了哦，因为我爸爸身体的原因，所以跟我们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拜拜。在马来西亚，我每次听到中文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亲切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很熟悉的人跟我在说话一样，很奇妙的感觉。Hello， 爸爸。Hi。 我马上要上台了，有一点紧张。不用紧张啦，慢慢来。你也要照顾自己，在那边。Yeah。 要努力唱啊。爸爸和妈妈是我生命中最照顾我、很疼我的人。只希望在最大的舞台用最好的成绩去报答我妈妈。Good luck， 佩玲。真的越长不同，真正为你心。
我们好想认识你，赶紧介绍一下。我是李佩玲，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你知道我在没冲下来之前听你唱歌，很成熟，唱歌非常的沉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样的歌曲还是那句话，控制太难了，有一些天赋的，我觉得。谢谢。我其实一直在观察他，我在上面听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声音呢非常的干净。这首歌是我16岁的时候听的。对啊，20年了嘛。嗯，差不多，差不多。蛮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唱这首歌曲？我选择这首歌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很喜欢唱歌。哦。而且我爸爸和妈妈都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哦。因为他们和音乐是我心目中的心有独钟。特别好。好。他这个五官很深邃啊。嗯。应该家里面。有是不是有其他血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讲一讲吗？因为1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我是被领养的，所以我也没有问她。哦。但我知道我爸爸和妈妈是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很爱我，把你当亲生的一样。对对，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肤色。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家人和爸爸妈妈都很疼我，很爱我，就是满满的爱。哇，养父养母真的好伟大。对，这个歌声不但有他的信念啊，对音乐情有独钟，也代表他对妈妈的一个感谢。妈妈，我猜那个年纪，可能当年也许也是陈晓东的歌迷啊，那个时代的了。你妈妈多大岁数？我妈妈今年63。啊 ？What？我爸爸是75。啊，啊 ，sorry， 我算错了，我以为他妈妈应该是40岁左右，你知道？我有一点感触。他们和你的年龄悬殊这么多，很多人会认为，亲生的父母的这种感情是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其实不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陪伴，承担所有的。对他的照顾，替他负责，去给他爱，这个有很多时候其实要比血脉的这种连接还要更重要。哎呦，我都可以想象，他的养父母领养他的时候，差不多已经50多岁，50，对，一定把他当宝贝一样，绝对的、照顾啊，小公主。对，因为我妈妈不管多辛苦，她都很坚持的在陪我，就是。不管唱歌方面还是读书方面都很支持我，很鼓励我。他们有来吗？我妈妈有来到现场。我妈妈肯定在后面泪流满面啊。哦，等一下我去见她好不好？好。等一下。好，等一下我去见。他还没有选你，也许是汪峰去见他妈。我还正要说呢。因为你要冷静嘛。我跟汪峰不管李同学选谁。哦，你们两个手牵手去见他妈。我们都可以，对，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是你的亲人啊！对对对对，我们都可以是你的亲人。妈妈应该会很开心、很激动。不管别的，你们两个当他干爹干妈是够格的。哦，对吧？那个干爷爷说话了啊！哎，小丸子，你放心啊！哎，爷爷会照顾你的。啊，那个哎，那个干哥哥，哎，干哥哥，对，你以为不讲话就没事了是吧？哎呦，那我们就好奇的问一下，问一下，你听周杰伦的歌吗？然后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哎，谢谢。哇！哎，变灯了。哎，这个不能乱拍的，你看这黄线，往前冲了。哎，其实没有，我很开心的是，两位好的导师，不管你选谁，我们都是很放心的。如果你选了娜姐，在于改编上面，如果哈林哥帮不了你的话，我可以帮你改编啊。你干嘛要这样讲我？因为，你把我讲的好像很坏，很感觉。他们都很坏。我在你选我或者是选汪峰老师之前呢，我想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老了嘛，然后爸爸是从来没坐过飞机，所以我希望有一天能成功，然后报答他们，带他们去旅行。我可以呀、对，以后你有机会可以带爸妈去任何一个没去过的城市看一下多么美的中国，然后带他们去玩，然后你还可以去唱歌，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妙的旅行。小英买单，这算小 case， 这有什么难的？ 对不对？我来办。其实真的，如果你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给予你的爱的话，这个力量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过的。我和娜姐两个人都冲下来了，以往我们现在应该互相的各种打击，就是非常激烈的，互相攻击。但是其实我真觉得面对他，我很难是那种火力出不来。对，我但是有一点，无论进了我还是娜姐的队里面，一定是圆你的梦。谢谢。在你选之前，我大概说一下，汪峰老师也是为人父，非常的软弱啊，好温暖的一个软弱，软弱，非常的柔软啊，他不是软弱，汪峰老师。是一个暖男是吗？他很脆弱。我那英是一个为人母，我是一个女汉子，非常强硬。如果他的女儿打电话，他马上就变了一个声音，你知道吗？哎，所以我呢是属于很坚强。所以说你女儿给你打电话，你说干嘛？是这意思吗？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你非常年轻。你会到26岁、36岁，每一个十年对于你来讲，可能过去的十年，这世界都不一样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不管你有多少的梦想，不管你要追求什么，爱永远比那些更重要。对，谢谢。好吧，谢谢老师，谢谢。做出你的选择吧。其实我四位导师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今天我的选择，是娜英老师。选择正确。你的菜。哇，李同学，你要加油，你要加油。好，我们。跟妈妈说，我们现在去后台找她，好不好？好，好不好？我们去后台，找你来喽。我叫蒋敦豪，今年21岁，来自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我的家乡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在湖边唱歌，感觉我的歌声能够传得很远。高中毕业，我离开家乡去乌鲁木齐学习音乐，在那里有一个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的地下录音棚。嗨，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工作室，它的名字叫漫山，里面所有的部件都是我们 DIY 的，因为买不起新海绵，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金丝绒制的窗帘。然后我们在这里每天做音乐都非常开心，我们每天在这里一起玩音乐，一起做梦，我们想象自己未来能够成为中国最棒的音乐人。当然我知道我们为此非常非常努力。这次我带着小伙伴们的梦想来到中国新歌声，想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民谣。马上就要上场了，我觉得20岁出头的我们能够登上中国最大最专业的音乐舞台，说明我们还不错吧。今晚我希望用我的歌声让大家感受到温暖的能量。加油，蒋敦豪。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楼宇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怀
息，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仙女，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是刚刚睁开眼吗？哦，对。那你知道我是第一个下来的是吗？谢谢老师。来，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四位老师好，我叫蒋敦豪，今年21岁，来自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首先呢，冲下来的第一个原因是口哨吹得不错。啊。并且你唱到第一个副歌已经足以证明你在歌唱上的实力了，你要比李志唱的更加的优美，李志是更随意，对，所以我下来以后我一直是那种心理，你能睁开眼睛吗？但是你一直没有，你看看我吧，你明白，最后你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我们两个人，但是他是尾声的时候从那边缓缓地下来的，哎呦还缓缓，我可不是缓缓的啊，是就是披头散发，我马上就要戴上安全的头盔了。我冲下来的是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啊太纯净了，而且就是很想保护你啊，真的真的假的，很想保护你，我听他声音我不感觉他才21岁，对，我觉得有故事，对啊，哥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自己平时就比较唱民谣，喜欢民谣，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他写了就是已经长大成熟的一个男孩在写他过去的年幼无知的时候那段恋情，然后我就是想把它简简单单的特别美好的把它表达出来，简单，对，简单自然，我比较好奇的是
之前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啊，就是娜姐有带出一个冠军，对，民谣的。我觉得你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哎，觉得民谣大家都很喜欢而去唱，还是说你很早开始就唱了？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玩乐队，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玩民谣了。然后我觉得民谣这种音乐形式比较适合我。我有三个好兄弟，我们自己 DIY 了一个录音棚。我们会在一起生活，然后在一起做音乐。那个录音棚在我们生活的一个地下室里面。和我一开始的经历，包家街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室两年排练，你们也是在那里面排练录音？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等于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了。对，谁说年轻的一代没有内容呢？对、啊、是吧？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特别好，谢谢老师。我想在你来这个舞台之前，都已经把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翻看了一遍，底都摸了一遍啊。对，我也带出过那么多的冠军。你不要讲别的节目好不好？对，那是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我得先告诉他我曾经怎样怎样怎样。哦，对，就这些东西足以。好娘不提当年勇啊！啊。这些东西足以让他更有自信。不过坐在导师椅上的每一位，之前都可以用辉煌来形容，对吗？对。所以如果来我这儿，让李志来帮你。我让我身边所有的这些做民谣的全来帮你。全来帮你。虽然不干我的事，不过我还是在中间这边挑拨离间一下。你不太适合去那英老师的战队。哇，杰伦，学坏了，今年变坏了，帮汪汪老师拉票啊。有。我现在脑袋还是空的。还是空的。还是空的。你现在能够理智的做决定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你的选择是。我想选择这位老师，他曾经的歌曲也非常影响我，所以我选择。汪峰老师。砸碎了。干净帅。是不是？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小汪峰。对不对？哎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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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小孩和过去真的不一样了，干净，干净。1、2、3。大家好，我是杨博，今年26岁，来自回武汉，然后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家里。这个是我的妈妈，我妈，然后这是你的亲外婆，外婆。我的工作就是唱歌，每天只要我想唱，我就可以打开直播平台，然后在上面给大家唱歌。1、2、3、4。好，晚上好。你走之后，这就是我平时直播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大家唱唱歌，聊聊天，挺开心的。你们要不要跟他问好啊？你们跟他问个好。我的爸爸妈妈是我最忠实的听众，所以今天他们也和我一起来到了现场。一会儿就要上台了，还是有点紧张，不知道会不会有老师会冲我，希望还是把歌唱好，一定不要紧张，等会儿。我要像一个武林高手，忘记所有的招式和技巧，回归音乐的本质，用声音的力量去打动四位导师。哎呦，你看他。Cheers.
是天南转回转内，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为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配合，这个比较好。满意的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经历，男生还是女生啊？男的，我猜是男的。真假音转换的全部拉到你队上，全要到我了。哎，你怎么了？没这么简单。你怎么了？怎么了？冷静，冷静。先介绍你，很激动啊！来，没关系，我先平静一会儿。平静一下，你平静一下。冷静。我们先聊一下。其实啊，这样的歌啊，是市场上很需要的。嗯。可是在这里呢，很难抓住我们的耳朵。它怎么样有它的特色？对。好，先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喘过气来了，好了，来，请说吧。啊，老师好，我叫杨博，今年26岁，来自湖北武汉。然后我是一名网络主播。网络唱歌给这个网友看，直播那种。每天都会唱30-40首歌，反正就像一场演唱会一样，就我一个人唱。对，他的嗓子很耐操，哎，天赋异禀。可以肯定的说，就是蔡健雅的这首歌的确很难唱。
嗯，你刚才唱的就是完全都是掌控当中的，你有那很萌的感觉，那个声音特色里很萌。你说可爱，哎，纯真，对，能够感动到我不是很容易的。哎，我记得原唱好像有，你烦不烦？这样，我想说，哎，我很期待唱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你刚刚没有，哎，对，蛮忠于自己的特色的，拿捏得很好。你唱多久在网上？做直播做了快5年。那你有多少群众的支持？我也不敢说有多少，大概少的有2000人，多的会有1-2万。哦，因为我觉得做直播还是女孩比较吃香。你觉得你不吃香吗？我主要吸女粉，我的房间里面基本上全是妹子。那不是很好吗？但是看直播的女孩其实很少。啊？是啊，是这样的，看直播的都差不多像哈林这个年龄的。哦，哇，汪峰今年，汪峰今年你真的，真的哎，觉得汪峰今年好厉害，就是像我这个年啊，这么年轻啊。对。哦，你的意思说比较宅男喜欢看直播？对对对。哦，可是你的，我觉得看他直播的肯定是被他歌声吸引。一定的。所以你的1天3-40首有可能是因为喜欢你的人说再来10首。哇，这么大气啊。所以那女生被你吸引有怎么样向你表示吗？还好，就是夸我。然后你怎么回应呢？我就唱歌。不，他们必须要送道具的。你的这个网络的粉丝，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说你要来这边？没有，我只说我去相亲去了。啊，你这个熊孩子，你怎么那么好笑？你能大胆一点说吗？你是怕如果没有，现在你可以跟他们说了，没有通过，对不对？对，可以去跟他说相中了。对，我现在回去，我觉得对他们有一个交代，有个交代了。四位导师全冲下来了，然后最后一位女导师，对，把你给留下了，好不好？哎，等一下，还没发生的事先别讲，好，好不好？你在直播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直播上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在网上唱了快有5年的歌，然后我会把我翻唱的歌曲传到网上。嗯，但是这就导致了很多人用我翻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作品发布到网上去。哦，偷你的声音就对了，盗版。还有就是在路边，就是很多城市的路边，我知道的有昆明、南宁、福州、长沙、武汉。怎么？他们在街头用我的这些翻唱，然后在这边卖唱。哦，流浪歌手用你的声音，然后他们对嘴。对。你怎么发现的？有人告诉你，还是你有亲自在现场？我最开始是朋友告诉我的。然后我一开始很生气。我去跟他们吵，我说这个声音是我的。然后你怎么证明？然后他们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觉得我是嫉妒他们，来闹，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就觉得很无奈了，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们。你来这儿是为了要证明？对，证明这个声音就是我的。哦，我觉得从今天起，不会再有人敢偷你的歌了。一定的，因为你已经来参加这个节目，大家都知道你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时候翻唱什么歌曲？很多。周杰伦的歌吗？我也翻唱过杰伦老师的歌。真的假的？真的。哦。哎，那好，你们俩合唱。又来。哎，合唱。又来。哎，可是你唱杰伦的歌会像他吗？还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一下。来一个。好。好。一点点，来来来 来一点点。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静静的仰望。起高了，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起高了，你那个假音唱的还是蛮完整的。杨博，我对你声音的认可是来自于你唱每一首歌的感染力，所以你适合来我的战队。哎，娜姐，
我怎么觉得他刚刚唱完这个，感觉好像比较适合来我的战队啊？哎哎，你这样讲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你叫他唱你的歌，然后说他适合你的战队。对对啊，这个叫设计，这叫陷害，你懂吗？设计陷害。哎，娜姐，要不要先拥抱一下好了？先拥抱，先拥抱，先拥抱一下好不好？先拥抱，来，好。哎呦，哎，还敢抱？还敢抱？还敢抱？还敢来？还敢抱？你先扶我一下下去，你这笨孩子！哎呀，哎，这话听着怎么有？哎呀，希望你能够在我的战队坚强勇敢，好不好？坚强勇敢。哎哎哎哎，回坐，你可以站到十字那儿，回坐，要说你的选择了。啊？回坐，回坐，回坐。我觉得就不要回坐，回坐，回坐，回坐。你的意思就不用这么多的反腐了哈。好，我们来看看啊，拥抱到底是不是在我们这儿是一种告别的方式？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杨博唱情歌需要的是细腻，娜姐唱歌细不细腻？细腻，对吧？你够细腻了，腻腻腻。你现在做出你的选择吧。我的选择是，等等等，如果你来我队上，肯定会给你个惊喜。做出你的选择吧。首先，我很感谢四位老师。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四位老师都会划我，划你，都会冲我手机啊，他把我们当手机有没有？划，他手划，对对，这三位都是手划，你脚划，你的选择是看着我，我的选择是。中国新歌声，那英老师，感谢收看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欢迎登录《中国新歌声》独家视频平台，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视频，欢迎登录独家音频平台 QQ 音乐支持你喜欢的学员。本节目独家 VR 视频由微晶 VR 联合出品，参与《中国新歌声》微博互动、打榜直播赢好礼，你还可以搜索热门学员和歌曲，了解更多新歌声。感谢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百度输入法、华铁传媒、航美传媒、炫捷传媒、沸点无线娱乐、Zacker 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界面 APP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还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金立 M6 手机。